今天来到三创，不是为了要买三 C， 是为了来看我的新宝贝李全哲。你笑什么笑啊？他有说要当你的宝贝吗？等一下走着瞧啊。反正我就是一得知他要开这个庆功宴呢，我就是立刻说我一定要来，我一定要来。然后你就是有一点不是很高兴。没有，还好吧，我就是很平淡啦，很平静的看这件事，做任何事都很平淡。对，然后我现在非常的期待等一下可以看他演出。你等一下要做什么？如果他看到他本人，可能就抱他吧，或者是舔他。我知道你会舔，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告。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被，你觉得会被告吗？可能会上新闻。这有值得上新闻吗？好像疑似有些记者。啊，好紧张。我觉得你可以当登上版头版。应该可以，好啦，就是一种合照的感觉。或是某种形式上的合作吧。好，反正等一下就，现在其实刚刚已经非常多人，然后。反正应该就是很多人要来跟我抢他吧，但我也不在乎，因为我今天出门前还换了三套衣服，因为我就是想说怎么办，就是想要吸引他目光。对，所以就穿了一个很亮的颜色，希望。好荒唐，整段真的超不合理。啊，对啊，真的恭喜，谢谢。进来可好？冷咖啡离开了这一点，我忍住了情绪上头。好，谢了。好，上面要留吗？上面要留吗？不要留啦，好热哦、喔。剪短。剪短啊！你头发为什么两层啊？有我吗？对啊。这边比较白。对啊，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你喜欢有层次哦、喔？真的假的？太一次有点太浅。漂这么浅，干嘛？原子少年哦、喔。今天才用的。你今天才弄的。因为下个月要出，就想说这个月要出，让它长一点黑的出来。该太新了，有点太新。今天想说这么浅要干嘛？I know I never be a Snoop Dogg posted by the rooftop. Got my mind up in the gutter, in the gulag. Garments get lost, got a couple cool socks. Now I'm always mixing matching, trying to get up on my fashion. Lights, put you on my life. If the shoe fits right, you the Cinderella type. Oh bet, work a cold sweat with the thought of that dirt. Afraid of fucking love and I need more prayer. Need a JC, Abraham, a Buddha. New tutor that can teach me Kama Sutra. Anything that'll get me round this corner like a movie.现在刚剪完头发，然后我们要去信义区。今天有朋友生日，晚上有生日寿宴。生日寿宴是不是讲寿宴就好了？就是一样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搭捷运。我现在到101。我们今天要吃的餐厅在101的85楼，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来。
好特别哦，这个空间，还有这个大门的这个感觉。先去的。我们为什么有包厢啊？而且进来原本要很，原本要说，哎，一零一嘞。就在101。没错。贵的，然后比较潮流，香气，酒体也是气质，还不错。淡雅的吗？对，淡雅。符合你淡雅清爽。真的，跟我本人一样。谢谢。谢谢。坐下。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现在吃饱了，大家在等甜点。这个包厢还蛮棒的，我们这一间是奇来包厢，然后就有很多的落地，没有落地啊，有很多的角窗可以看整个。这边算东台北吗？东北，东北面东北，很棒。卓白，卓白在哪？哦，这边是威风南山，然后卓白。前面远远的是美丽华，然后内湖。哇！哇！这还鬼叫的组合。哎呀，就是让找到的寿桃。寿桃，一定要有寿桃啊！谢谢大家。不会，他要悲伤五阶段，什么意思？对啊，什么意思？不会啊，我不是屯啊。那个整的那个，我们今天有一起听屯的哦，唱歌。你自己唱啊。为什么我自己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耶！许愿许愿，第一个愿望祝大家赚大钱，很重要。第二个愿望祝大家身体健康，更重要。好，三二一，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这边有招待的饭后甜点是方块酥跟沙琪玛，已经要疯掉了。沙琪玛超棒的，全部都拿来吃。然后还有寿桃是豆沙的，要多鬼叫点。甜点我们点了杨枝甘露、芭乐 something 跟核桃的，看起来都好好吃。真的。今天呢是暌违有两个月的网球课，但是因为教练很忙，所以都没有上课。然后我后面是前两天的 S2O 的场地，蛮浩大的，他们现在在拆台。然后我已经快要到网球场，等一下就准备来上课。很忙的教练来了。哎，大家好，来参加 S2O 啊。你怎么这么忙啊？啊，你的毛毛嘞？天空之海的。那你在忙什么？我忙着设计自己的新发型啊。你看我今天剪了个新的头发。可是我看到你都在约会。屁呀，屁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在温布顿买到的毛巾，然后旁边这个是我新买的球袋，是 Sporty and Rich 的深蓝色的单支装球袋，但我拿来装两支也是放得下。然后这个球拍呢是 Sporty and Rich 跟 Prince 这个网球品牌联名的，非常的 Q。 我看一下，看一下材质，看一下材质，正面会寄托吗？会啊。哎呦，哦，那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会寄托就好了。有不寄托的网球装吗？请问你在阳光下，我看一下，你看这个绿色一般哪里找？哎、欸，很美、欸，哇！来到那个信义维修，刚 Uber 司机还说华纳维修，就知道是有经历过华纳维修年代的。其实我刚 Uber 输入是华纳维修。今天呢 ，Lush 邀请我们来他们新的店的开幕，我很担心，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 Lush 啊，因为他进进出出台湾好多次，他大概三进三出，但是这一次他们是好像说是直营的。他们其实好像在那个台北金站，好像上个月，反正前两个月吧，已经开幕了一间，但我也没有去。然后今天就来看他在信义区的第一间店。我已经闻到它的味道了，我很期待。我等一下要买一些泡澡球。Go go go！现在有在录哎、欸，孙艺珍来了啦，孙艺珍，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家有 care 我是谁吗？就是大家知道你是孙艺珍啊？没有，大家没有知道，大家都听到想到谁啊，然后忘记。今天也有一个拍贴机，现在就要来拍，可以选择要不要有滤镜，黑白吗？黑白。真可爱。我们刚刚已经参观完 Lush 的新店，然后整体依旧是非常非常的讨喜，就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色香味俱全，非常够水。买了几个泡澡球，决定回家要泡一下。今天很忙碌，因为晚一点还要跟沈小姐他们吃饭，现在就要准备出发。现在进来餐厅里面，完满，好像是一间非常红的店，听说很好吃。台菜，台菜。我今天是最邋遢的那个女主人。你今天请我们吃饭对吧？对，因为感谢各位朋友一路以来陪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看起来还蛮厉害的。肠子包肠子。雨来菇，你就做你的没关系，我不用，我就是要很随性。雨来菇好吃吗？好吃。我要再拍一张。那老板，高丽菜加冬瓜吗？半只好大。半只有点夸张。好大哦，半只。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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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好了。好，好，我觉得可以再亲切一点哦。你今天适合亲切的笑容，对，很漂亮，很漂亮，非常漂亮。哎，你动动。哦，也可以啊。看一下，你看一下，小动。再一张，一二三，干杯。OK， 我觉得蛮好吃的，好吃吗？对，我觉得不错吃、啊。我也觉得有些料理还蛮那个惊艳的，我也觉得蛮赞的。有一些类似创意料理的东西，以前都没有吃过，像是那个菇什么雨来菇，对，那个好好吃。可是它不是创意料理，它就是有这么一道，有这么一个食材哦。这个汤匙本来是来干嘛的、啊？冰淇淋、啊，没有一个是正常的汤匙。好大，用起来顺畅吗？好，其实还不错。好大，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个月见。